大家好，我是 Jackie 啊。咁今日咧要讲嘅系《犬夜叉》，咁啊有一个好经典嘅套动画，细个追到直成结局添啦。不过佢女都有嘅，但系真系冇兴趣睇啦，系啦。咁我唔知道会继续出埋啦，出埋阿黎啦，同埋吉紧啦，或者出埋实心丸啦等等角色啦，系啦。唉，希望佢啦，不过佢做得好快嘅。咁诶，少咗意思，即刻开声。大圣一定有嘅嘢咯，一个唉呢些嘢就成日都见到噶啦。我都话我就系砌到一个道场噶啦。好啦，咁个 setting 就系咁嘅，系啦。咁我个身就已经见到系剑心个 body 嘅，好明显系个 setting 都似咁嘅。咁跟住有佢即系妖化嘅一啲样啦，跟住链啦，跟住啲手型啦，手型咧啊，有就尖爪噶，即系唔系戏嚟噶，都有做啲尖爪嘅啲手指啊，揸武器嘅手啊，拳头啊。咁二四六八十十二系啦，十二对都多嘅，真系咁嘅武器就佢好中意咁做嘅，佢系唔中意做剑套嘅，佢系零零舍舍做一把咧剑，跟住一把普通嘅剑啦，跟住爆碎牙嘅嗰个形态啦，三把剑俾晒你啦，咁嘅。咁唯一一样嘢就冇 effect 咯，今次就。先讲个可动啦，咁诶双关节啦，双关节咧都系大圣一般嘅 body 啦，你呢个感觉好容易甩啲后边，跟住个头啦，左右两侧啦，乌好到咁多啦，都系平时大圣嗰啲可动啦，咁都系一向继续话佢个素体真系唔系咁好咯，系咪？好啦，咁成身都系布衣啦，咁唔知点解速度好奇怪啦，系啦，唔知点解，可能上身耍得滞啦，因为好似平时睇犬夜叉咧，系松身啊，佢太紧身啦个感觉，咁嘅，咁都系一件即系和服啦，系啦，咁佢都尝试去车翻啲细节俾佢嘅，系啦，都两浸嘅，系啦，咁啊手都有做足啲手指有爪痕嘅。系啦，即系唔系 hea 你嘅手指，我觉得系啊，一样有做一啲尖痕啊、爪痕嘅，即系有做嗰啲尖指甲嘅，因为佢系犬妖嚟噶嘛，系啦，咁所以都几用心嘅，因为佢之前做剑心嗰啲武器系核突嘅，做得系啦，跟住佢嗰把未变形嘅把刀都做得系靓啲嘅。起码靓过剑心嗰期嘅，咁一样啦，佢系有个剑套啦，一样又系做嗰啲，佢好鬼中意咁做嘅，棘实咗添，系啦，系剑还剑可以掹走呢嚿嘢嘅，咁佢又唔需要考虑翻把剑收落剑套度，咁你有剑套版本啦，系啦，你有剑套版本啦，系啦，咁呢一向嘅做法嚟嘅。不过佢样啦，咁佢都几款样俾你拣嘅。咁大圣咧包都样好多嘅，系啦。咁呢个系一个正常样啦，咁都系印落去嘅啫，系啦，好简单嘅，系啦，妖怪血觉醒嘅，我觉得都做得几靓嘅。咁嗰个口都有做埋尖牙嘅，比较开心嘅一个样啦，擘大个口大叫嘅样啦，就系、是、即系其实爆碎牙出技嗰个样嚟嘅咁样。另外一款妖魔兽化妖魔化嘅样啦，系一个邪士嘅样啦，系啦。咁我咧都系即系自从大圣醒咗之后咧，都终于咧啲样系分得清楚好多，而唔系即系乱咁印咯，系啦咁嘅。不过佢高度方面咧，佢接近 Masco 嘅，系啦，同埋 ML 咯。不过佢咧女性 ML 咧比较矮嘅，系啦 HF 同埋咩讲就唔够高噶啦，系啦。佢同劍心是一樣高，而個 body 的感覺是一樣的，同一樣嘢嘅。咁但係劍心件衫就比較鬆身，佢係比較緊身嘅。係啊，呢個係佢分別啦。最後啦，你話值唔值得買呢？咁我認為咧，中意犬夜叉嘅朋友呢只係算唔錯嘅，係啦，因為冇乜真係冇乜選擇。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覺得佢係，即是你話滿足到你的，我覺得佢有很多改善空間啦，係啊，同埋我覺得做衫嗰個位置
我調翻轉覺得佢今次做得太緊咯，鬆翻少少，因為犬夜叉啲衫已經好闊嘅。咁我怪係怪喺呢度咯，佢真係收得好緊嘅感覺咯。咁嘅，咁另外就係個 body 唔係好得咯。咁嘅，咁如果你即係要求嘅，可以即係換一換個 body 係啦。咁嘅，咁但係今次我覺得質素係有所提升嘅。同劍心係指啊，你買劍個質素，喂，塗裝靚好多。大佬啊，呢啲先係劍啊，呢啲係劍咩？喂啊，咁嘅。咁而樣咧亦係有進步嘅，即係覺得個塗裝靚咗嘅，所有嘢其實我覺得佢係有進步咯，係啦，喺今次上邊，咁但係佢係繼續出一啲稀有嘅角色咯，係啦，起碼即係其他公司都未出啦，咁啊唔知佢會繼續出埋其他角色啦，係啦，加上佢唔貴啊，佢都係200多元，咁200多元有呢個質素，我覺得其實我接受咯，咁咪。好，咁啊，條片就嚟到呢度啦。我係 Jackie 主講1:12、1:10嘅玩具嘅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